亲爱的，你在哪边？买一个 LV 送你那边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再送一个，送你的那个。买 LV 送 Gucci 就对了。对，都送你，你要哪一个随你挑。嗨，我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 Prime 啊。这个，然后都送你，再帮你送你一组这个搭配的。我们现在在华新的夜市，那华新夜市啊，其实盗版东西还是蛮多的啊，不建议大家买盗版，真的。那只是说这边其实有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。今天我们想去吃龙虾。虾哪里？虾沙，泼出虾沙。炒饭、菠萝饭、炒面、乌苏、泰铢。龙虾一公斤多少？1500一公斤。1500。冬阴素120一盘。第一家1300，第二家1500。现在正在 KO。KO 上次有吃过。1500啦 ，OK。1500。哇，那烤龙虾看起来好好吃哦。Locker 也1700。1700。送炒饭，送炒饭，送龟啊，送炒饭，送空心菜。哦，有送。送烤炒饭跟送空心菜。原来它比都偏五，1400不新鲜，不新鲜不好吃。不新鲜不好吃。不好吃。1700的，这个这边新鲜。新鲜。一定好。一定好。龙虾 ，OK， 超大。这边总共有3-4间龙虾，然后后来我们选择这间比较像在地的小吃。华新一条街就是称之为海鲜一条街，它这边就满满都是海鲜一条街。这边所有的人门口的几乎都会讲中文，对，他会跟你说来来来，好吃龙虾。生意最好的应该是 KO 第一步啦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在网络上查到的资讯大概就都是它。如果你是要来这边吃龙虾的话，可是我们选择的不是它，你选了一个最贵的，我们选择一个龙虾，龙虾 龙虾 seafood， 它一公斤是1700，然后可是有送炒饭，对不对？送炒饭，送空心菜啊，送炒饭，送空心菜都有。外面的那个人讲了一句话，让我决定进来吃。他是不是对你讲说你好漂亮？不是不是，他说。1300、1400 no， 不新鲜。这里 so many people you can see， 有烤虾、烤龙虾，还有龙虾双吃，哎，超棒！来，这个给你。2、4、6、7，7串，哦，八串。这里有八串鸡肉串。八串多少钱？八串不知道多少钱。你老公付钱，你都通常都不知道多少錢。不知道多少錢。这个酱什么味道？有点像。有点像，只是有点像芝麻酱，对，可是它有加别的东西在里面，会辣，这是要一起配的吧？对啊。哎呀，酸酸辣辣又甜甜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我们厉害吧？这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泰式不就是酸酸辣辣又甜甜吗？我需要理解，这蛮好吃，这我喜欢。要蘸一下这个。好，一起吧，这样。好，一起。给你哦，等一下。你嘴巴不够大，我已经很大了。等一下，快点！味道怎么样？它的肉啊，其实切得很薄，然后你一吃就知道，绝对不是鸡腿，是鸡胸肉。它这是用炭烤烤的，所以它炭香味很重。啊，有没有想起你初恋的男朋友？不会，不会啊。对，就是还好，就是普通的鸡肉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Thank you。哇，这是我们的炸虾子。这个酱配这个鸡肉之后，就是会完全盖掉鸡肉的味道。所以酱比鸡肉重要。我觉得这个酱就是你盖上去之后就吃不到鸡肉的味道。这个虾子也是很多人点的，感觉有点像盐酥虾啊。对，就我们刚看隔壁桌点，觉得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就点了。来吃看看吧，看好不好吃。这一份是300块。300块，几只啊？其实讲真的，台湾应该是吃不到这个价。其实现在台湾很多地方也很便宜，差不了多少啦。这真的蛮大的吃的。这个有点像泰国虾，现炸，超烫，非常烫。它很加分哎。哦，你有听到吗？我有听到，不是在。你有听到啊？这真的看起来很厉害，这个。
好烫哦，好烫，好吃哦。虾子好吃吗？真的新鲜吗？真的有骨肉分离吗？人家不是说好吃的虾子都要骨肉分离吗？有吗？它这种很好吃，它旁边那个蒜香很好，蒜香调配的很好，就是上面的胡椒跟蒜。悠悠味道怎么样？没吃到。那姐姐，请假好不好？现在送的是一个炒饭，这个是点龙虾送炒饭哦，这什么概念？你也不知道什么概念。对，反正这是点龙虾送的啦。刚刚姐姐说我不想吃海鲜，可以帮我点鸡肉串吗？结果呢？开始吃那个虾子，开始吃第二只了，觉得太好吃了。再来下吃一下那个吃龙虾配贵州味炒饭。对，我觉得泰式的炒饭看起来都很好吃。其实泰式的炒饭就是好吃。鱼露酱啊，鱼露啦，很辣。那这先放在旁边，而且你看哦，上面有一只蚂蚁。好辣哦，有一只蚂蚁。那个给老爸，太不行。好辣！我想说送的炒饭，老板会拿来敷衍我们一下。你看人家有料了，有花枝耶，你看，哇，还有虾子耶。你这样是不是会觉得，而且里面还有蟹肉？对啊，送的炒饭一点都不马虎。你吃一口看看。对，就是附在一起的这样子。我刚好吃过他的虾子，我决定这一口我要来，这一口我要来吃他的花枝。好吃哦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选对了，比上次 KO 好吃吗？各位观众，今日重点呈现龙虾，我不要优雅的闪亮柠檬汁，对，没救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先跟大家讲，我们点的是最小只的，因为我们还要点很多其他的菜，所以是吃不完。那我小的跟中等的价位大概会差到500块左右，这只是1500。其实它已经都弄得很好，感觉吃龙虾变得一个很轻松的事情。我决定把它先这样折一半。这个肉看起来超，你看超大块，你可以咬一口这边。这么大，多大？我看这是最尾巴的地方哦，这么大只，我把壳先剥掉，这边都是壳。这个骨肉也是很容易就分离的。对，这吃很方便。真的好吃吗？好，先跟大家讲，它的调味的部分其实很少。对，所以即使你一定可以吃得到龙虾最原本的味道。可是呢，我觉得龙虾呢，你要给客人是原味的时候，那就是一大挑战。如果你的东西不新鲜，客人一吃就会知道。好，先给姐姐一块。看好不好吃，又吃一口。哥。这个我打算要沾酱，龙虾酱跟刚才炒饭的酱，还有一开始鸡肉串的酱都不一样。这个是龙虾的酱，我沾沾看。好辣，好辣！它最主要是很 Q 啦，就是那个肉质啊，你一吃就知道这只龙虾应该还是活跳跳，就很好吃。那虾膏很好吃，配那个肉的部分就是非常非常厉害。这一餐我们总共吃了2400块，2400台币大概2200了。然后它这个价格其实就我们刚吃的东西，这1530就是那个龙虾的部分，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啦。对啊，对，其实就差不多啦。这边也算观光区啦。对，所以就觉得还好。对，可是东西还 OK 啦。而且重点是，我看体验哪天吃的蛮开心的。对，好吃哦。因为他喜欢，他其实不太爱吃海鲜的人，能让他吃的海鲜实在是不错。可是台湾吃的龙虾包多少钱？我在台湾很少吃龙虾。可是讲真的，其实每次去吃桌菜吃龙虾的时候，还是都稍微觉得有粉粉的。对，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如果在台湾吃这样龙虾，大概要多少钱？我们刚吃那只是小只的，差不多是1公斤左右。龙虾。龙虾出来，龙虾在你后面，龙虾，好吃吗？如果你有来华兴这个夜市啊，这个夜市是华兴就两大夜市，它是其中一个，有一个是周末才有开的，比较文青的夜市，一般观光客来也都会来这里。这个龙虾海鲜，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吃一下。对，那我们它就是在这边消费，在泰国来讲也不算便宜的啦。对啊，那如果你想要吃不错的海鲜，你就可以来这边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逛，你喜欢这一个？我喜欢这个。我们发现这个帽子啊很可爱，可是这个帽子戴起来怪怪的。这蛮可爱的，超可爱，真的有他们的。
much? Big C. Big C. Yes. A big C market 150. 150? 100 OK? 150. 100 OK 啦。我们杀价失败，我们要去 Big C 1.2 公里，我们出100块，可是他要150才在。可是我们昨天一公里啊，我们昨天一公里也是租哦100块。对啊。这是 taxi。Big C. Big C. Yeah, how much? 100. 100. Okay, 100, okay? Okay, Big C. 来，我们成功杀价了。我们成功杀价到100块。耶，100块。为了50块，我们又多等了10分钟。因为我刚刚觉得100块真的有点小贵啊，因为我们真的那距离很短，车程只有5分钟。对啊。对，好啦，我们100块也不算便宜啊。你在台湾，你看一公里。100块，对啦，是不是？我们在逛逛嘛，对不对？逛逛总是贵一点。好，我们要做影片结尾了。先逛完华兴的夜市，吃了龙虾，然后又买了一堆东西。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记得还要订阅悠悠的频道。最重要的是订阅我的频道哦。然后最重要是追踪我的 IG 的。不是，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到礼拜五。About the others,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